哎，老李，你可别拽我了！老李，你干啥？等会儿，我跟你唠会儿呢。不是，你别拽我！哎呀，哎，你坐坐坐坐坐坐，那啥，老李啊，你就你就帮帮我呗。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说这一年我帮你写作业，我脱发老严重了。这不挺好的，看不出来呀。好吗？对呀，好吗？呀呀，好吗？这玩意儿啊。啥？那个老李啊，你再帮我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行不？这样啊，我最后帮你一回，好不好？你呀，赶紧一会儿合计合计，咱班主任到你家家访，你咋整吧？好好好，我给你写作业去了。哎呀，作业事儿解决了，家访事儿不行了，我不能让老师跟我儿子见面啊，我得赶紧回家呀，我说儿子，哎呀，爸，儿子，爸你回来了，你今天不住校了？啊，今天家访啊？不是，那个回家上网，咔咔咔。爸呀，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在家待着多好啊，上什么老年大学呢？活到老学到老嘛，学无止境，你知道不？行，哎爸，你在学校待的咋样啊？老好了，成绩好了，要我跟你说，我能蹦高往那撩吗？行，爸，你只要开心就好啊。哎，对了，零花钱还够不够？不够一定要跟儿子说。零花钱够了，时间好像是不够了。那个儿子，爸饿了，你给爸整点饭呗。呀，那。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家呀，我啥也没准备，没准备好，那你出去买点呗。行，爸，你想吃啥，我去给你买。你去趟哈尔滨买点红肠。哎，不对呀，爸，那不都出沈阳了吗？你就赶紧去就完了。我跟你说，那离开这家就行了。爸，你怎么还撵我呢？不是，快走。完了，干嘛？你来了，咋了，爸？不行，那个。儿子，爸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一定要相信你爸。你爸我是无辜的。来吧，早晚都得来，来就来吧。你好，快递，请问是郭冬临家吗？你走错了，这是郭冬来家。送个快递给我演成小品了，还要郭冬临，咋不找巩汉林呢？哎呀。爸，给我吓的！别闹了，行，那我现在下楼了啊！别的，儿子，烧点富红大豆油回来。哎呀，爸，咱家不有吗？这非转基因的可好了，知道不？富红大豆油吗？为健康加油吗？行，那我下楼了啊！哎，儿子，快点啊！哎，哎呀，终于走了，我谁也不怕了。让我们一起摇摆。来家吗？老师真来了，非得开门，不开门真不行啊！老师好，请进访呗，反正就我一人，随便访。郭旺同学，你觉得你最近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？老师，可以不炫耀的讲 ，to be number one。这么的吧，我跟你说不明白了，你把你儿子叫出来，我跟他说。哎呀，那个老师啊。我得带我儿子跟你道个歉，让你失望了。他没在家。我给你儿子打电话，我让他回来。老师，我不等等了，你必须打了。必须得打。我老师，谁见过就来电话呀？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郭冬来吗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儿子手机他没带，等，妈，他这咋还跳上了？瞅我这马虎劲儿，我手机没拿。哎，看着我手，这，那我走了啊。爸，他谁呀？他太惊喜了，太意外了，你儿子回来了，我还在。我是你爸爸的班主任。班主任呢？闹玩儿，你多大了？我去给你洗点水果。啊，不用麻烦。那个，我下楼给你买点东西啊。你跟我回去。哎，
先坐吧。啊，行，爸你也坐。我还站着吧。今天来家访呢，主要说一下你爸最近在学校的表现。哎呀，老师，我爸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在学校表现老好了。对对对，是，开始是挺好的，后来就完了。那学习成绩直线下滑。哎呀，你就拿这次月考来说吧，咱们一共考了7科，你爸有5科都不及格。啊，不是 你先别着急啊，郭冬兰。其实吧，我觉得郭旺同学的智商还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他只要努力的话，他的学习成绩还能上，能排到我们班的中上游吧。哎呀，老师啊，你理解错了。我的意思是啊，我爸他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他有月考的这回事儿。郭旺同学，那我可得问问你了。这些月考的卷子，我说让儿女签字，你那都是谁签的呀？老郭呀。哎呀，老郭呀，哎呀，这门咋还不锁呢？哎呀，谁是站长啊？老郭呀，这回作业我可给你写完了啊。那个，但是呢，我让我儿子发现了，完事我儿子说以后不让我跟你玩了，完事这些东西你放我那儿都还你啊。这个是你放我那儿帮你藏的酒，完了啊。这个是你上课玩的游戏机，还有溜溜球、啊。哎，这个是你这一个月考的不及格卷子，我都给你签好字了啊，拿着。咱俩呀，以后就别联系了，各自安好吧。不是，你这个时候来，你说我能好不的？你、再说了，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就是看看环境啊，再说话呀？哎呀，你还看啥环境？你家一天我来多少回写作业，还看环境？老师好，老师再见。回去。我说老师怎么还在呢？一直都没走啊。东来，这都不是小事啊，这些事儿都可以过去。主要是你爸现在呀，他不光自己不学习，他还影响其他同学。我没影响啊。来，老李同学在这儿呢啊，让他说有没有影响你。我不想出卖朋友。行，那一会儿我去你家做个家访吧。影响？何止影响啊，还带咱们逃课呢。逃课？哎呀，爸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李叔啊，我爸他都干啥了？你爸呀，就带着咱们全体同学呀到操场上跳街舞，不光跳还让我们斗舞。那场面从来你不知道老壮观了，满操场都是60-70岁的老头老太太，集体托马斯全旋。哎呀，看得我是心惊胆战的呀。爸呀，这多危险呐。光闪着腰的就6个，这我还没算崴脚的呢。爸你这是干啥呀？其实东来，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事儿，你爸现在呀是回来寝室就不睡觉啊，他不光自己不睡觉，他还影响其他同学休息。这个事儿绝对没有啊。这个我替老郭作证啊，你爸绝对没有影响别的同学睡觉啊。干脆不让咱们休息。我跟你说，我爸他大晚上不睡觉他又干啥了？他半夜还爱拉二胡，你说他拉个节奏慢的也行，他不得，他专挑那节奏快的拉，拉赛马。对，不是你，那赛马他欢快呀，那你拉谁不轻不动的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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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跟你说，关键你眼马老像了。哎呀，行了爸，你俩可别闹了。东来，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，主要想让你劝劝你爸。爸，咱这样，咱现在回学校，把你那些东西全部都收拾回来，咱别念了。不念了？不是，凭啥不念了呀？你还念啥呀？你都把学校做成那样了，你咋念呢？不是。你小时候比我还能琢磨，我都没有放弃你，怎么老师来一次家访你就把我扔了？你啊，爸，我就不明白，我就不明白你上这个老年大学到底是为了啥？为了你呗。不是，
你咋跟你爸说话呢？啊，侄儿啊，叔得说你两句啊。啊，你爸因为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上这个老年大学因为啥我太清楚了。一来呀，我是学点高科技，跟我儿子啊拉近点代沟；二来呀，我儿子工作忙，是不？我不想成为他的累赘。老李啊，你别说了。儿子，爸知道你是个孝子，但你不能把心思都放爸身上啊。尤其你现在工作正处在上升期，爸可不能拖你后腿，爸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爸，儿子，爸错了，爸有一些小毛病，以后爸改行不？你再给爸一次机会，让爸把这老年大学读完行不？儿子，这回上学啊，我一定好好学，我做个好学生，爸做个三好学生行不？你再给爸一次机会啊，儿子，你就踏踏实实上班啊，爸保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爸，行不？你不是我的负担，儿子是不想让你孤单。妈，哎呀，太感动了。老师啊，我想替老郭说两句话呀。嗯，你说。其实老郭人可好了，他是咱们大家的开心果啊。那咱们班要是少了他，那是死气沉沉呐。他能给咱们大家带来欢笑，咱老年人需要啥呀？那就是需要快乐。老师啊，别让老郭退学了，行不？我一直也没说让郭叔退学呀。你说你听啥呢？听差了。哎呀，东来，今天真是家访啊，真是太有意义了。我们也有考虑不周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老年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，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回去之后我们一定改正。对，谁有错误谁就得改。对，那啥，儿子，我求求你再给爸一次机会，让爸把这老年大学读完行不？爸，你怎么高兴就怎么来。你看你，我就说我儿子开头。说好了就好了。既然今天家访这么成功，我再上你家去一趟。喂，老师啊，在家呀。行不行，儿子，我得给你李叔去作证去啊，等我一会儿。爸，你可别去了，你再给李叔整退学了。哎呀。